前面挖的建房场地，今天过来肥田。我们这边现在建房子最大的问题就是场地太小，你们看我连个进来的路都没有，还得把建筑材料扫平走上面过来。东家今天的精神，所有回填的土全部在地基后面的山上取。那么现在首先这个前面有一堆土，咱们先把这一堆土全部解决掉再说。这个下水管道真不应该现在埋呀，生怕把它弄断，就只能这样小心翼翼地把土推到管子边上，再千方百计想方设法喊东家拿锄头过来自己挖。如果用挖机直接填，肯定就压坏了，这明知小亏一两百的事我肯定不会做。大家不要感觉这只是一个简单的肥田，其中干活的思路跟挖鱼塘一样的多。我今天干这个活的方法，首先把地基前面的土跟前面的场地清理到干干净净，把挖出来所有的土全部填到里面去。经过我的具体观察，整个地基现在客厅最大，而且客厅里面的土也是最多的，在土不够的情况下就只能这样稳扎稳打，一个房间一个房间的给它填到位。现在我填的这个房间是整个地基最难的一间，咱们首先就把它解决掉。客厅的土比较多，可以直接挖，那么差多少土我就挖多少土，反反复复使劲的拍，填到位之后这一间就算完工。本来我想着前面差土在地基后面取土之后直接甩到客厅，但是客厅后面还有一个房间，可能挖机不够大，一下甩不到客厅。据我观察，最右边的房间后面只有一个卫生间，所以我选择把最右边房间里面的松土尽量的清理干净，全部甩到客厅，目的就是为了把最右边这个房间多腾出一些空间，然后再把挖机开到地基后面，在东家指定的地方取土。先把我脚下一二三个房间带右边的一个卫生间全部给它填满。老铁们仔细看，挖起来的土我最多就甩到客厅的这个边边上，那样就达不到甩很多土过去的目的，刚好右边只有一个卫生间，就可以很好的利用起来作为堆土的中转站。把这个房间堆满之后，又把挖机开到最前面来，再从这个房间把土转到客厅，还有那些没有填满并且有需要的地方，感觉差不多了，把右边这个房间也给它搞平并且拍紧。注意我这里所指的搞平拍紧，也就是说这一间整平拍紧之后完全 OK， 再也不用重新去整理了。最后来到了客厅这一间，能够整平多少尽量的给它全部整平拍紧。由于我在后面只转了一次土过来，那么其中肯定就会存在土的多少不好控制的问题，我这里的操作方法就是尽可能的多堆一些土，把挖机开到前面去之后，万一操作起来土多了，那还可以往中间推，但是如果土少了，那就没有办法，只能把挖机开到后面再转一次，这也就意味着多转了一个圈，时间上面肯定也就会多十分钟二十分钟，所以要想只跑一次就把前面全部填好。在转土的过程中就只能多不能少，当前面全部填 OK 之后，再把挖机开到后面来，这客厅实在有一点大，中间实在有一些够不着，索性我就在这里填土搭桥，把挖机开到客厅后面的这个房间，再把客厅够不着的地方给它拍紧压实，接着挖机开下来，再把刚才搭的那个桥挖掉，直接甩到旁边的这个房间里面，同样也是给它整平压紧。等于说我把整个房屋地基全部回填到位，往前面转土也就一次，挖机进入房间里面也就一次。注意这两边的厕所是东家要求只填一半的土，所以咱就没有给它填满。现在回填已经搞完，东家说他房子后面乱七八糟，叫我再给他挖两个小时，那些比较大的树木他说当柴烧，索性我就全部给他集中到了一起。至于这些杂草树枝，他说他就不要了，叫我想个办法给他解决掉，我这思来想去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只好给他在地里面挖了一个坑，再把这些杂草树枝全部给他填到坑里。注意至于这个坑的大小，那就要根据你自己的经验再结合杂草树枝的多少
是判断了。这样做有两个好处，第一就是消灭了所有的杂草树枝，第二就是挖坑挖出来的松土就可以填在表面，毕竟挖地也要挖松，对不对？里边的这个坡特别的不好看，给东家提了这么一个建议，稍微的给它刷成型了一些，并且整个地的最里面还挖了一条围水沟，至于刷坡刷出来的这些土就全部铺到了这一块地上。老铁们再看之前的形状，这里是两块地，下面一块上面一块大概高了50公分，我感觉非常的不好看也不好管理，刚好刷坡挖坑这些土就全部填成了一块地，一边挖好围水沟一边就从最那边捡过来，捡完之后就是这样的效果，看上去平平整整。在东家的要求下给他挖了一个化粪池之后，至于这条羊沟，东家说在他的地梁边上留好50公分宽的一个平台，并且羊沟就挖在脚下，我也是照着他的要求给他在做。那么直线沟如何能把两边挖出坡度并且看上去平平整整，首先也就是把整个需要挖沟的地方搞平，就把地梁的直线作为参照，并且这30公分深的沟需要分3次来挖，也就是从上面一层一层的往下面挖，挖完之后两边的边坡带旋转稍微的倾斜往下抹，最后再用斗背把沟底那么一拖，整整齐齐整条沟就挖好了。 OK 老铁们，今天的活就搞完了，每天小赚几百，生活多姿又多彩，感谢大家的点赞加关注。